首先，第一位出场的这一位，一己之力拉低桃花坞平均年龄。他日日夜夜跟在总裁身边，虽然无所事事，但他的身影从不缺席。他就是桃花坞超市神秘接班人赖冠霖。老师这边请，老师这边请，神秘接班人，有请小赖。老师留步，老师留步，来。老师，左边左边再给一点，右边右边，老师右边右边，左右都是他，反正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红毯时间紧迫，来欢迎小赖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典礼啊，真好。好，在发言之前，我想这个询问一下，写这词儿的人是？就他俩。就是这不这个就不要耽误红毯时间了，别人更差，你就算最好的了，是吧？你那都是好听的，你已经是最好的了。好吧，我带来的书呢，其实是我初中二年级看的一套这个科幻小说，包括就是后来我来到北京之后，就我都一直带着，就是有点不习惯了。如果这一套书离开我的话，对。那请问小赖今天给我们六五零准备了什么开业的贺礼呢？其实就是在这，就是这一套书，因为对我来说是特别宝贵的这个。好，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没时间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不耽误时间了。小赖那个签名留手印，留签手留念，不是不是，签手留念。签名留按手印。签名留念。下一位登场的是作为烘焙屋的合伙人，他与创始人彭楚月一起白手起家，起早贪黑，生活砍柴，干着费力不讨好的工作，把自己干得灰头土脸，但没有一寸炉灰遮得住他美丽的容颜。他就是披萨西施周也。哇，披萨西施，欢迎周也，欢迎野爷。请问周野小姐今天为我们带来了什么礼物呢？就把这个墨镜送给你们吧。啊，可以，一会儿给我们的礼仪小先生。好，那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书吧。就是这本米老鼠，然后特别的可爱。然后这个是最新版的，然后就放到这儿给大家看啦。谢谢谢谢野爷，请野爷签字留念。接下来登场的这一位，他每天画着精致的妆容，抱着拥有同样精致妆容的狗，穿梭于各家厨房，蹭吃蹭喝。他经过的厨房一片狼藉，只有他独自美丽。他热爱一切垃圾食品，是周杰最恨的女人。她是锅巴的守望者，桃花坞第一贵妇，名存实亡的超市采购员，桃花坞孟大脚，孟子义。现在请发呀！哇，写得好好呀，太炸了！太炸了，太炸了！太好笑了！咱俩不能笑场，没有戏，有这个。欢迎桃花坞孟大脚闪亮登场。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孟子义小姐，欢迎大脚小姐。你好，大脚，请问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礼物了呢？我给大家带了和看书最搭配的锅巴。不愧是锅巴的守望者。那你今天带了什么书呢？你没少带呀。对，因为要热情。首先我带了一个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啊，好热情的一本书呀。对。因为这个是那个什么青春悲痛小说之一，青春伤痛啊，青春伤痛小说，太悲痛了。因为这个是我之前小的时候真的是看过的，然后非常荣幸的就是我也演了这部剧，所以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意义很大。然后我特别喜欢里面的一句话，我觉得也可以送给我们大家，很应景，就是此生相遇便是团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乔，大乔，厉害。下一位登场的是。他作为烘焙屋的创始人，不仅努力经营自己的事业，而且在屋里各项活动中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。他任劳任怨，勤勤恳恳，指哪儿打哪儿，埋头苦干，吃的比鸡少，干的比牛多。他就是桃花坞第一大善人彭楚月。欢迎彭楚月。
彭楚月先生，那请问你今天带了什么书呢？我带了三本，带了三本。钝感力这本是我没有看过的书，然后里面写的是，没关系，钝感力也是我所缺失的能力，若无法做到脱敏，就好好爱惜自己吧。谢谢。我最喜欢那本《钝感力》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因为生活中可能是比较敏感，敏感的捕捉到身边的其他人的情绪啊，所以才会给你带来不开心或是一些压力。所以我觉得人是真的需要钝感力的，我就是一个钝感力非常强的人，基本上我每天是可以开心100分的。接下来登场的这位，他以惊人的忍耐力、骇人的责任心，承担着桃花坞坞长的职责。哇！即便从来没有人听他的话，他仍然坚定不移地做着计划。他带着我们午睡，带着我们开会，但他不得不承认，丹姐说的都对。他热衷于行为艺术，搞得村民人心惶惶，剑拔弩张。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自己揽下的瓷器活跪着也要做完。有请我们敬爱的舞长陈晨晨。有了，欢迎舞长。这太好了，你分量好强啊，好精辟啊，好厉害，姐太棒了。那么杨子和李雪贤太有才了，他说的这些东西完全深入我的心，尺度的拿捏真的是惊为天人。欢迎舞长，你写的太好了。每个人的不好的地方和好的地方都以一种戏谑的方式融入到台词里，说出来之后马上以一个很好笑的氛围暂时消解掉，但是其实大家是会听进去的。舞长今天为我们带来了什么礼物呢？我觉得我们到时候看是不是可以有一个音乐相伴，所以说我想带一个蓝牙音箱。快，我们礼仪小姐快把这个贵重的音箱拿走，唯一一个最重的唯一一个正经礼物来拿走。快，我们的不正经吗？哎，我们的不正经吗？那请问你带了什么书呢？我就讲一本吧，我就带了一本《如何开会》。不是不是，会饮篇，会饮篇，会饮篇，就是开会时喝饮料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是古希腊，大家都不爱开会嘛，就是这个是以前大家开会的时候一边喝酒一边开的，这是一本最搞笑的哲学正统著作，所以说就是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舞长。哇，我要看这本书。下一位，他是全村最霸道的总裁，桃花坞超市大亨，他不苟言笑，所有的情绪都隐藏在他壮硕的胸肌中，不要妄想得到这个男人，你永远只能迷恋他。他就是650集团未来最大的合作伙伴和赞助商。让我们热烈欢迎我们的衣食父母张总。张总，太好笑了，欢迎张总。张总今天为我们带来了什么礼物呢？带来了你们未来的财路。哇，谢谢。对，还有这本书。就其实人人都想追求幸福的勇气，但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大家无拘无束的爱在一起啊。对，谢谢。而且送给我们所有的人。哇，两本书啊，还有另外一本书，我希望跟大家在这里共同书写。张总，不愧是我们650集团最大的衣食父母，谢谢谢谢张总，谢谢衣食父母。下一位，作为桃花坞第一浪漫中年，他给大树织毛衣，给天台织棚，给村民织被，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与嗷嗷暮年壮心不已，他就是缝纫机在世，嗷嗷。为我写出来的那一段，我直接可以用来做设计师介绍，我觉得挺搞笑的，虽然有一点的讽刺人。你觉得他们讽刺的点在哪？中年人耶，他们直接说我中年人，难道不是吗？啊，长得像吗？自己看好，看清楚了吗？我现在在东华大学，我每次在门口被保安拦住，跟我要学生证，拜托。哇，厉害呀、啊！你就歇会儿吧，没你啥事了，你去干礼仪吧，自己按个手印留个念吧。嗯，你那个拿的都是杰哥给你整的养生书籍。哎，想知道他送了什么书？想知道？对，来给大家念一下啊，那个水这样喝可以治病。禅里禅外悟人生，改变一生的饮食习惯。谢谢，谢谢缝纫机，谢谢缝纫机先生。